天地神兽金刚，天神金刚静如风，地兽金刚向前冲，天神地兽同心协力维护和平，绝不放手。宇宙的瞳孔，不变的承诺，天之行者，地之守护，就是我们神兽金刚万世的期望。云天舞战斗，红凤凰战斗，绿炫舞战斗，圣狮王战斗，神州熊战斗，雪羚羊战斗，伏魔牛战斗，使出全力的拼搏，用尽全身的鲜血，失败所有的黑暗，天神地兽神兽金刚，天神金刚劲如风，地向前冲。天神金刚劲如风，地兽金刚向前冲，捍卫地球就是我们。天神成员在知道宙明帝利用复仇女的姐妹情，愤怒不已，也让他们想起了胡博士的牺牲，发誓要找宙明帝报仇。蚩尤元神封印被破解后，履行与宙明帝的约定，派出两大远古巨兽对付天神金刚和地兽金刚。我来会会他。连珠牌击破，让你尝尝火烧屁股的滋味，九天焰火。盔甲还真厚啊，速度也不可忽视。试下集合力量吧。好，天神冲击波。搞定，收工。连正面冲击波都伤害不了他，只能用天神金刚来对付他了。 天之行者，天神金刚合体，天地神兽金刚，天神金刚劲如风，天之使者，地之守护，就是我们神兽金刚万世的期望，亘古的誓言。天之使者，地之守护，天神地兽神兽金刚，使出全力的拼搏，用尽全身的鲜血，失败所有的黑暗，看天神金刚怎么收拾你。神兽金刚，接招吧。使出全力的拼搏，用尽全身的鲜血，失败所有的黑暗，天神地兽神兽金刚，天神金刚劲如风，嘿，还真不好对付啊。
给他加点料。金手金刚进入风，地手金刚向前冲，捍卫地球就是我们天神地兽神兽金刚。这下该倒下了吧？怎么回事？哪里去了？小精灵怎么办？林聪他们遇到危险了。请地兽金刚前去帮忙吧。好。李司令，天神金刚在极地受到强大机械兽的攻击，请求地兽金刚帮忙。好的，马上让他们赶去。没想到天神金刚也有今天呢。哼，像我古纪元兽封存了几千年的力量，这些小屁孩怎么可能抵挡得住？看来天神金刚的死期到了。不过万一可恶的地兽金刚出现了，这朱燕可未必打得赢两大金刚啊。你觉得我会让地兽金刚有机会出现吗？您的意思是？现在地兽金刚也快要自顾不暇了。高明，逐个击破。看来你是胸有成竹了，果然是皇者之心啊，厉害厉害。这光太奇怪了，要去查看才行啊。那怎么办？唐氏他们已经赶去帮助林聪他们了。还是让唐氏他们先去查看那边的情况吧，不能让黑暗势力伤害到无辜的百姓。好的。ES189区山峰出现了莫名红光，你们赶紧去侦查，尽快消除危险后赶去帮助天神金刚。是。Thank you.
时间。有了，让他到水里凉快吧。点没命了！哇，好漂亮啊！哦，这里好美啊！那儿有一位老爷爷走过来了，我们去问问。桐花山，好美的名字啊。朱燕。据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记载，有西四百里，曰小次之山，其上多白玉，其下多赤铜，有兽焉，其状如猿，而白首赤足，名曰朱燕，见则大冰。意思是说，有一种野兽，身体像猿猴，白头红脚，名叫朱燕。传说这种野兽一旦出现，天下就会发生大战争。正当天神金刚以为消灭了朱燕的时候，极地冰川竟然发生剧烈震动，打不死的朱燕再次出现，而身处美丽桐花山的地兽金刚遇上了最优雅美丽的油桐花。